各位同学，今嘛开始上课。各位学员，大家阿班，大家好。我叫做潘亮华哈。那么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那么我本身是我那平埔族的原住民，我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哈。这个族较少人在讲哈，较少人听到。那么真欢喜。大家有这个心，伫遮寒的天气哈，这往年大家应该拢做无用的，恁肯开时间，佮开钱，来遮上这个法律的台湾法律的课哈，这真无简单。那为了咱台湾的前途啦哈，大家做伙来拍拼。那么我即马开始来讲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哈。那么首先，咱来看讲。法律的台湾近代主权地位的变那个变化，我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在1895年，日本天皇时依照这个下关条约，哈，就是因中华民国咧讲的马关条约，哈，为大清的皇帝取得台湾甲澎湖，哈，那么迄阵大清管着台湾是干那管着西半部呢？那么，规个中央山脉以东，拢总是高沙族原住民的这个因的领域哈。但是马关条约，大清竟然甲唔是伊所管的土地，嘛做一届割让予日本天皇。就敢那讲，伊要卖土地，或卖迄间厝，伊连隔壁也敢卖掉就对啊哈。所以日本的军队来接管台湾的时，高沙的反恐足严重哈，足激烈的，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到1952年的时候，日本政府是依照旧金山合约放弃台湾跟平和的管辖地理权。你注意讲是日本政府哦，唔是日本天皇，因为日本天皇是拥有规个日本哦，六个大岛的位，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琉球、甲台湾，这些领土拢是日本天皇的领土。但是日本天皇无亲身来咧治理伊这个国土内底的事务，伊授权予由日本人民组成的政府啊首相来治理迄六大岛。所以这个治理就是管辖权哈，就是管辖治理权。所以是日本政府干呐放弃台湾平和的管辖地理权，领土无边境，嘛无割让出去，哈、哦。伊放弃地上管辖权，只是予盟军，委派蒋介石派部队来代理管理台湾甲平和，哈、哦。所以并无过好啦，哈、哦。这个咱台湾的主权还佫是日本天皇的手里。那么目前台湾甲平洋也阁是主要占领权国，美国军事占领中。啊，只是即卖依照台湾管理法，委托台湾地理当局，就是以前的中华民国，来代替美国的管理啊当中啊。好，那么台湾有足侪问题，好，咱过去迄个国民党甲咱教育，迄个是愚民教育哈。就是拢甲你教唔对的，教假的，吼、哦，拢无甲真相甲咱教，所以台湾足侪问题啊。那么咱来探讨啦。首先，咱来先问讲，咱到底咱是虾米人？咱是虾米族群？吼、哦。那么你若无了解家己，你的身份地位，你真有可能会认贼做老爸。所以咱先来看讲，台湾内底有分几个族群，哈、哦，你即马看，分人啊，说的这是中央山脉以东呢，这种高沙族原住民，哈、哦，较早有所谓九族，哇，迄、那个南岛有一个九族文化村，那么即马已经高沙，哈、哦，从中华民国即马内政部有承认有14族的原住民呐，哈、哦，我较不爱讲原住民。
我讲原住民，迄、那个人字旁甲提掉，伊是台湾本来的主人，哈、哦。那么其实，这个西半部遮个平较平地所在，拢拢平埔族、平埔族，哈、哦。那么平埔族嘛有十族哦，哈。啊，咱为宜兰遮开始看，遮有一个克马兰族，哈、哦。那么这个台北地区。有一个凯达格兰族，即卖中东乌头前迄条路较早做接收路，伫阿扁来做总统的时候，为了纪念当初啊北部地区在凯达格兰族，所以甲改做凯达格兰大道。我即卖咧空气拢走遐哈。那么咱桃竹苗即大家有一个道卡斯族，道卡斯哈。过、哦、来中部则就较济族，吼、哦，则有头三族伫遮，吼、哦，都中华、台中。南岛，再有，再有一个帕仔哈，巴泽海族了哈，还有一个帕普拉族，哈，啊，这个马布萨，哦，有这三种伫中部这个所在，哈。那么嘉义遮有一个红安雅族，哈，红安雅族，上大族的这族平埔族叫做西拉雅族，就是安平地区遮、台南地区遮拢有做西拉雅族。那么伊其中各有两个支族。一个就是，迄个2009年，一个莫拉克风灾，小林村、灭村迄族，因为做大满族，哈、哦。过来有一族伫高屏地区，哈、哦，我那西拉雅的支族叫做马卡道族，我本身就是马卡道族，我到屏东，哈、哦。那么，这个马卡道族真少人讲，哈、哦，但是伫社长林做高雄市市长迄个时阵，哈、哦。阮隔壁地区的人，吼、哦、建议讲，阮遮拢是马卡道族哈、哦，啊希望这个会当用什么方式来纪念阮这个马卡道族。这个社长领导伫这个纵贯铁路的边啊开一条新的路，叫做马卡道路。哦、啊，所以那要记这个族，我给你教你一定记得开，就是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啊，回家拿来弄啊，就保死的，好、哦，安尼就会记起，好、哦，好，我就是马卡道主。啊，你莫想讲你，和国民党甲咱加工，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哦，这大错特错。咱拢，咱的血统内底，85%以上，拢有平埔族，还是高山族的血统伫咱的血内底，好、哦，你会当。先了解讲，咱变怎看讲，咱是平埔族的。第一个就是讲，你把你的手弯起来哈，你的手遮、手骨后遮，然后一条绳，哦，这是平埔族的记号。另外一个就是讲，你的脚的上细肌的下尾尖啊，哦，那个小指头哈，然后鼻唇呢，头也是。啊，过来就是讲，你可能双眼皮，哈，而且轮廓较深。啊，过来就是皮肤，哦，像我安尼，乌无乌人遐乌，白无白人遐白，差不多遐行多啊，超一大，差不多十一分色安尼，哦，像我这款色的，我用了白波做的，哦，所以你莫笑人讲，啊，你平薄啊，我真侪人会笑人讲，平薄啊，佮看不音哦，台语呐看不音哦，就是拢较轻视的。我说你阿莫讲客家的弟兄姊妹，你就讲客人啊，拢莫看不起，看不起拢讲迄个人，拢较低下较细。都就讲咱车，哦车较大只，啊你来讲车都较大车，较细只吼。车无人咧讲，从咱咧讲大台车拖拉库，无人咧讲拖拉库啊，吼、哦，无人咧讲啊拖拉库，哦，咁么较大只哈。哦过来，咱来想讲，是安怎咱会摕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哈，这咱来讨论看卖。其实就是伫1952年日华台北合约内底，就是马英九早去讲迄个台北合约啦，哈。内底第十条讲的，所谓中华民国国民，啊，包括以前都有摕到中华民国迄个。身份证在底下走路来遐啦哈，以及哦，你要注意讲，
以及前属就是以前日本时代就住伫台湾遮个台湾甲平和遮个住民，也讲以及前属。住在台湾跟澎湖的住民，哦，视同为中华民国国民。啊，你注意啥呢？马英九较早咧，甲台北市遐一挂原住民，吼，伊住伫个溪边迄个违建的所在，伊个叫讲，我把你们当人看，哦，我把你们视同为人呐。其实伊心内就讲，恁家都唔是，像唔是人安尼意思，哈。啊，所以嘛，台北回又来对着讲。把前属，哈，到底台湾甲平和的，即个住民，视同为中华民国国民，哈，迄就是其实咱只是暂时要动作是中华民国国民，其实咱唔是，哈。因为奇怪呢，我的爸爸妈妈，哈，因迄阵日本警察关在戒严，哈，那么台湾人足侪人，有诶会反抗日本嘛，哈，遐抗日分子。伊拢会甲日本人讲，叫做日本教，哦，啊，但是日本教算还好，就是讲教对主人介忠，所以日本人足疼惜台湾这块土地，所以来拢好咧啊，来甲咱建设。大清帝国甲咱管212年哦，无在条位家人开一条纵贯线，开落去到屏东，是日本人来台湾治理。十通年了，开始铺桥造路，哦，像迄西螺大桥遐大条，日本人安尼开钱起这个桥啊，把所有台湾的一挂河流、电源拢造桥，甲台一线拍通，过来去做铁路，嘛是为家人安尼来做一个帮了，这拢日本人做，清朝来有材料起迄五分啊车，像迄个无下规格铁路，敢那为家人起较新定呢。那条路是本人来，就甲废掉，迄袂用的哈，迄无合国际规格迄个铁路哈。好，那么这个台北合约签订是伫1952年4月2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迄天签的，但是爱等到8月15日，好，过个要3个月后较生效，好，所以。中华民国甲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无去旧金山签署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因为当初联合国咧回讲，到底什么人会对一个政权，毛泽东政权还是蒋介石政权，什么人有资格代表中国？迄阵还佫咧回，所以过到尾也规个人拢无邀请哈。好，那么伫日华台北合约生效进程。日本政府这个法院的结构，伊甲台湾平和电管的本来日本的咱家的住民，甲取消日本国的国籍，好，所以并无日本的国籍了，啊，佮和中华民国依日华台北合约视同为中华民国国民，啊，所以咱阵摕伊的国民身份证，啊，这当时嘛是伫美国的。要求之下，要求日本政府爱跟中华民国蒋介石这个政权签台北合约。好，无因迄阵毛泽东，伊算南北韩战争，毛泽东派百万的这个大军哈，解放军去支援抗美援朝哈，去援助这个北朝鲜，所以当然美国无欢喜啊，根本无可能会救。这个日本政府也跟毛泽东签这个合约的对吧？哈，啊，所以就是安尼，咱丧失，暂时丧失日本的国籍，啊，又为了敌中国人来给咱灌好灌，伊给咱当作中华民国国民，好，哦，被视同为中华民国国民，所以咱他得到中华民国的这张身份证。好，那么台湾人是安那无国籍，好，哦，就我头头讲的，因为日本政府。这个因为法院甲咱取消咱的国籍，哈，了，啊，哥，咱摕到中华民国，暂时摕到中华民国这个国籍了，哈。但是这个1972年，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啊，顶款这个台北合约煞七号的，
所以咱连中华民国国籍也无，啊日本的国籍也无，所以咱变无国籍，哈、哦，无国籍是安尼来，哈、哦，啊所以2006年10月24日，咱林志祥秘书长，哦，带228人去控告美国，好、哦、啊这个。美国的典范呢，第一个判就判讲台湾人无国籍，吼、哦，都为家来，哈、哦。好，那么到底咱台湾人的潜在国籍伫倒位？啊，要安怎恢复这个国籍？啊，这咱会当依照这个琉球反乱的模式来看。琉球当初1945年4月7日，美国的尼米兹上将，哦，派这个伊航空母舰的战斗群去攻打这个琉球，哈、哦，占领琉球。去了了，伊随成立，这个美国海军琉球民政府，哈、哦。啊，当然，踮一段时间了，就交陆军，啊、哦，所以就变琉球陆军的军政府。了，伫1952年，哈、哦，咩啊？在1969年啦，哈、哦。日本政府迄阵就已经较有钱啊，日本人较有钱啊，啊，都跟美国政府参详讲，那么我日本爱去赔你偌济钱，这个琉球的战争债，你可别甲琉球还给我日本，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这是41年前哦，啊，41年前，啊，这条钱交了，所以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就签这个琉球返还协定，哈、啊。啊，根据这个琉球返还协定，伫1972年5月15日，美国政府就把琉球群岛，哈、哦，包括尖阁群岛，就是钓鱼台，拢总还给日本政府，哈、哦。OK， 好，啊，咱台湾就原来这样依照这个模式啦，哈、哦，当初琉球人伫美国君主政府占领中间，琉球人。那要等于日本的本土，哦，比如讲东京，哦，要遐读书也好，还是要遐做生意，等于出国哦。因为迄阵已经跟琉球、跟日本政府这边算已经是一个境外啊，啊，所以你离开琉球等于算像要出国出境，所以还佫申请，你若要出国，就要甲美国军政府申请这个旅行证件。由美国军政府所发的旅行证件，你才会当离开琉球，啊，用迄个旅行证件，才会当入去日本的海关查验，啊，才入去。好、哦，同款，咱嘛爱依照这个模式，哈、哦。啊，琉球人伫1972年依据琉球返还模式登了，因的国籍嘛恢复，哈、哦。同款，那么咱台湾嘛爱讲，要求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参详，讲看爱赔偌济战争债。咱个依照赔偿了，咱个依照台湾返还模式签这个约了，依照台湾返还模式，咱回归日本母国，咱得这样个恢复日本国的国籍，哈、哦。好，那么国籍有分属地主义噶属人主义，那后边较先进的国家，因就叫做属地主义。好、哦，只要你伫这个国家，你伫遐生产囡啊，哦，伫伊个无人机顶。伫伊个尊顶，即种代表伊个国家个领土个范围。你只要伫迄顶管所生个囡仔，拢比如讲来美国，你就拢会当伫即领土顶管啊，还是飞行机顶啦，还是尊顶所生个囡仔，拢会当摕到美国个国籍，哦，主人出地哈，主人呢哈。属地主义有一个好处啦哈，就是讲你伫遐生，你就会听少摕到迄个国籍。你就会听著迄个所在，好、哦，自然呢，你会听著啊，我就才出世，这就是我的根基，好、哦。那么，属人主义的较俗，受了东方、哦、中国思想影响的所在，大部分拢就是属人主义。所以中国人，伊是父权思想，伊拿迁徙移民，好、哦，譬到南洋也好，去马来西亚，去印尼。啊！就移民去美国、加拿大，因底下所生落来囡仔，因拢嘛讲叫做华人，
因袂讲因底下生来讲，伫加拿大生讲啊，因即马拢变加拿大人嘛袂，因拢用父系的迄、那个血统，你到底生来拢中国人的对啊，拢华人哈，啊这有一个歹处，你若安尼，你拢袂融入，较袂融入当地社会，啊所以中国人啦，伫外口，伫印尼，啊伫马来西亚，啊伫美国旧金山遐呐，赚着钱，因就是要甲钱。家当来伊个租厝，后壁起大厝，特别光宗耀祖安尼。伊未回馈当地，伊底下赚，未回馈当地，伊家只赚的钱要提当伊中国，伊租厝遐要起大厝，吼、哦。啊，所以印尼的人，还是马来西亚的人，还是这个泰国，还是美国旧金山遐，因拢会伫因中国人的所在成立一个叫 China Town。中国城里啊，啊！迄中国城就是拢上落，那跟当地比较，拢是上落岸的所在，吼、哦。所以，足侪国家的人，足侪中国人，足侪只华人，所以唔该排华，吼、哦，印尼排华上严重，吼、哦。OK， 这就是伊属人主义的败处。伊多阿生，伊袂讲伊就变当地吼，那伫旧金山生，伊也袂讲伊是美国的美国人的吼，旧、哦、金山人袂。过来，咱来检讨咱台湾人的血统。有一句话吼，有登山公，无登山妈。有登山公，无登山妈，这句话听起来更正常对的吼。其实这句话也唔对哈。听起来你看有登山公。我阿咱台湾阿公拢走对，拢死掉呀！啊，当时因为清朝海禁，哦，即阵台湾民政时朝，哈、哦，迄、那个明朝郑成功来占领台湾。那么大清利用这个私人，哈、哦，伊来反恐，来背叛这个民政王朝。结果，把民政王朝消灭了，把所有的民政的人都要抬了哈，抬不了嘛，了了等于个拢把钱抓等于大清帝国，伊不要留大家，继续跟咱当地这原住民结合过来反清，所以拢把钱钱等于，钱等于了，搁实施海禁，所以你若要来台湾，足困难的，哪一天到了台湾，拢是。偷渡犯，拢是可能作奸犯科的，吼、哦，还是欠税金的，你走，互大清走大清掠的，吼、哦。所以，拢无查某的来，拢查甫的，吼、哦。那么，即当作讲吼，来台湾，十个啦，吼、哦，六个爱死伫台湾海峡，差不多三个留伫台湾，啊，一个佫等伊回头，吼、哦。但是你要想，当初因为无大只船，啊，台湾海峡足颤流吼，啊，风浪真大呐，东北季风吼，拢海浪真大，细只船也袂堪你安尼变过，几只船就变过，几船死了了，所以边境爱死六个。但是这三个楼啦，你看敢一定拢会活，真困难哦，因为咱来以牡丹虾事件做咧，欸这个1879年的时候，琉球的渔民渔船因为拄着风台发生船难，为这个恒春半岛吼爬起来，啊50几个，结果大部分拢迄个南台湾的这个南台湾族台死，啊剩12个吼向火山来到凤山府城，啊送登去琉球。啊、所以日本政府就，诶，外交部门就跟大清抗议，讲是安怎恁台湾的百姓，台湾日本的这个渔民，大清甲回讲，我迄唔是，迄是化外之地，哦，迄种藩居，哦，拢藩啊大个所在，啊，所以迄唔是我咧管的，哦，啊，所以日本就起兵，
讲安尼啦，那不是你管的，我得要起兵来讨伐。戴清哥啊回讲，伐与不伐，由贵国制裁之。你要甲处罚，唔甲处罚，要甲讨伐，系你家己决定哦。哦，所以日本的迄阵都啊，明治维新，有迄滴后面学一挂陆军的作战的这个新的战术，啊咧揣无作战人用兵，啊都啊利用这个机会，派出3000名的这个日本的陆军，到位，这个车城迄较海边啊有一个做下寮，围啊起来，慢些哈。结果呢，伊拄到咱个南台湾的这个牡丹社的这个台湾族，嘛，堪伊见架呢，伫石门古战场嘛见架。啊，但是咱个南台湾族的这个设备较歹，拢敢那弓箭、啊长矛，吼、哦，啊个单发的这个猎枪呢，啊，人日本是正规的部队啊，啊，当然到尾啊，咱嘛见输啊，吼。但是伊伫遐驻扎的中间。看南派主见识也才30几个娘，吼、哦！结果伊底下个驻扎，差不多2个月，因为南台湾的人拢用这个叫做游击战，拢暗时啊出来甲你骚扰，甲你见。啊，你个唔敢入去深山，深山你地形不熟，原住民做个伪装的哦，吼、哦，做个突袭的，所以底下焦灼2个月，结果。日本人跟他来听，去学台湾的网啊，顶着着登革热，好、哦、啊，着可乐啦、闹塞有诶无吼，马拉利亚有诶无？结果真正的无超过50个，啊，跟他破病死的要500-600个，真正是惨胜吼。那、哦、是尾啊吼，大政发现讲唔对呢，啊，这日本兵人唔走吼，啊，这都代志大条呢。尾啊，大清佫开50万纽银。等于甲赔偿讲好啊，无恁咧算钱吼，我甲你赔偿，啊恁离开。啊，日本拄啊摕到这条钱箱，安尼我的军费也有啊吼，我的损失也补偿啊，啊阵就安尼离开吼。所以这三个呐，因无一挂台湾的这个病虫害、这个病菌的这个抗体哈，中国人来，我那帮啊定都爱死啊，哈。啊，迄阵呢，咱家拢要个无开发。张力志气足严重诶，所以大家水土不服，真侪这拢爱死哈、哦。日本人迄卫生条件还好，来牡丹社事件就死遐侪人啊哈，何况讲中国人无遮个抗体哈、哦。好，那么本土台湾人古早哈，拢崇外，因为呐，咱个原住民拢无文字，无论高山族还是平埔族，拢无文字。所以台青来，因有文字，好，而且有优势的这个语文加这个文字的这个优势。啊，伊来因为因是管理者，啊，伊需要一挂统一，好，啊，就鼓励恁台湾人来学台青的语言，好，比如那个福州那个福建话，好，的闽南话，啊，是广东话，好，因那边派来官。哦，有的是客家人，啊，有的是福建的人，啊，台湾人，那要做一个统一翻译官就对啊，你爱学因的语言啊，啊，伊就树立官做，啊，互你较好的待遇，吼、哦，福利，啊，所以台湾人当然为着要，这是我那较上进的对啊，讲从外是较歹听，嘛想要上进，中国人来，哦，台青来，咱就台青的话。日本人来管台湾，咱的几大人阿公阿妈嘛是拢学日本话。即马话中国人来，话咱嘛爱学北京话吼。所以即马咱迄个中国人来台湾，甲咱管69档。另外咱即马大家若咧讲北京语嘛，大家讲甲下下叫。啊，这就是外来统治者伊个文化优势，甲伊个统治的高权，伊用命令式的方式叫你爱学日语。叫你爱学因的语言，叫你爱学北京语，好、哦，啊，所以咱只有，好、哦，嘛是爱学，好、哦，好。啊，今麦咱台湾人以前，哦，那40、50年代拢哈美，哦，迄阵美国什么都好，哦，迄咱的少年呢，第一个目标就是
要考到台大，啊，台大毕业就是要去美国，所以有一句话讲：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去美国拿大金回来，吼、哦，就会当做老师、做教授，吼、哦，还是伫外商公司上班，吼、哦，薪水拢给人几啊倍，吼、哦。好，清朝教咱台湾人漫画，吼、哦，叫咱学伊呢语文，啊，伊个输咱官，输咱省。啊，比方像我的姓，我姓潘，我就，我的祖先吼，足爱住伫溪边、河边，因为要洗物件较方便，吼、哦，洗身躯，吼、哦，拢方便。啊，台清的官来视察，讲问伊说讲，啊，因家是拢啥物族的，拢姓啥？伊讲无啦，因拢无姓。我迄阵讲苏姓，苏安姓潘，就是讲住伫水边的番，吼、哦，啊，这就是。这个台清的官员算有学问啦吼，这个姓王也袂歹，水边下骹有田，田顶管发米，我爱判就是安尼写的吼。啊，你莫笑讲，咱拢一种讲番嘛，吼台清来拢讲咱是番啊吼。啊，其实咱互相唔免笑笑，咱拢总是因台清咧讲番，就是咱堪咪无感觉，吼包括因若讲。迄、那个荷兰人，伊拢讲荷兰番吼，讲红门番，因为外国人介只头毛安尼红红金金的吼，所以也有人讲红门番、红门国吼。所以啊，咱平平咱拢共族的，平埔族也好，也是高山族，咱互相也免小瞧哈。欢迎大家来做番呐，哈。OK。伊唔但数官数省，包括个数几行。连族谱也输乎你，所以咱遮有一挂空坎的吼，像讲社中庭啦、淡水边啊，讲过迄边要找伊的祖先，迄找无啦，啊找有迄种假啦，吼、哦，淡水边都台南的希腊雅族的，迄个看伊的面型吼，看伊的肤色，你就知影迄个希腊雅族的，吼、哦。好，啊，日本时代甲咱台湾人皇民化。好、哦，方面话就是讲，叫咱爱学日语，吼、哦，叫咱爱学日本的清茶，吼、哦，啊，像清白鸡嘛是啊，吼、哦。以前我做囡仔嘛，还叫你清白鸡嘞，吼、哦，叽里咕咕安尼，吼、哦。啊，叫咱学食沙司米嘛，吼、哦。啊，这就是要甲台湾人变作原来像日本人安尼生活方式，吼、哦，要提升台湾人的水准就对了，哈、哦。后来。战败国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嘛，保存了台湾人有85%以上原住民的这个血统。啊，咱做看，战败国荷兰由政治王朝甲赶走，所以荷兰人一2000几人尔就有法度管哦南部地区，所以这2000几人。政治王朝是迄阵他们25,000人来甲包围，围要规半年以上，哈、哦。迄、那个热遮难成，较会使讲弹尽援绝，啊都无水无粮草，啷个只啊只有爱导航，哈、哦。好啊，所以因无留偌济人落来，无留偌济基因落来，拢差不多爱走嘛，哈、哦。我政治王朝迄、那个大清甲消灭，规个政治王朝嘛是拢规个迁徙等于大清，啊、哦，就是中国迄边，哈、哦。大清帝国拢甲迁到倒去，所以政治王朝嘛无留偌济政治王朝的人落来。大清迄个日本甲有战争甲拍败，大清签订一个《马关条约》，迄内底有甲规定，予你2年的思考期，你大清的居民住伫台湾甲平和，2年来你考虑好，你若不爱做我的日本人。不要我管，你也这样变卖你所有的家产，哦，离开台湾甲朋友，哦，啊，所以迄阵留落来，统计到1905年，日本政府咧做全台湾的全民的户口普查，迄阵剩8000几个人，迄是大部分拢是生理人，就是老李家咧做生理的大清的人，哦，迄占无到1%，哈。好啊！大日本帝国，你看，伊来台湾50冬，到1945年迄阵，
日本派来台湾的这个军公教人员，来直接来管台湾的这些军公教人员，包括伊的眷属，差不多300,000人。伫战后，拢由美国叫中华民国，甲因拢迁徙等于因日本本土。所以你看，所有战败拢无留偌济人住伫遮，拢遣送出去，吼、哦。所以咱的原住民的血统85%以上。啊，你若唔相信，即马 DNA 非常发达。台北的这个马偕医院的林玛丽教授，伊专门咧研究咱台湾人原住民的这个 DNA， 你会当去抽的，可以验电脑分析，吼、哦，就出来。你占几趴的对一族的几族族的，吼、哦。包括咱有一个台南的地区的历史学者，叫做李晓峰教授，吼、哦。伊细汉就拢讲讲乌印度啊，吼、哦，伊个头毛细汉的是拢小啊 QQ， 吼，伊就足奇怪啊。啊！这个答案一直到林玛丽教授吼，伊、哦、配合这个 DNA 吼、哦、解码，伊要开10,000块，伊要验血、抽血来验出来，伊确实有印度的血统。结果伊去对查这个历史的过程，伊才发现讲，原来因的祖公的祖公啊，吼、哦，就荷兰时代吼、哦，荷兰人来台湾，就引进。甘蔗，种来台湾种甘蔗，因为迄个蔗糖，迄当时是足高贵的一个奢侈品，糖迄是真无简单较有诶物件。吼、哦，要炼做糖，这糖哦无输黄金诶计数，吼、哦，这是奢侈品。啊，来遮买咱台湾诶台南地区诶气候，佫足适合做种甘蔗，啊，足需要一寡人力物力，吼、哦，啊加数力。所以爱为印度引进黄牛的赤牛啊，吼、哦，来耕作、来犁田啊、来种甘蔗呢。而且印度的黄牛爱有印度人来，把这个牛赶去的尊顶啊，沿路伫尊顶爱照顾，爱有水食、甲牧草回食啊，做下来到台湾，爱佫会继续生牛啊囝啊，所以。李晓峰因祖妈的祖妈吼，可能就是安尼去交到这个外来的这个印度人，吼安尼遗传基因传落来，所以回来的抽下查到讲有这个印度人的基因啦，吼。好，你呐想要了解家己的身世，你的血统到底占边部族占对一族占几趴，高山族占几趴？哦，你也在那南部地区会当去高雄的医学院哈，完后咧验。好，那北部这边的迄个马偕医院啦哈。好，那么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户口的成本，像那金嘛，拢有甲你做个安尼，一叠一叠乌乌。好，咱来看，日本人来台湾户口普查哈，甲做咱的户口名簿，这过去大清无咧做哈。日本人来，全台湾甲平湖拢做吼、哦，啊！日本人咧做足定金咧，你讲啥物语言吼，伊、哦、就甲你登记吼。比如你若要讲河洛话吼，福佬话，河洛话是原来福建哦南部闽南那边咧用的吼，伊、哦、就甲你写一个福。啊，那也要讲客话，伊甲你写一个广，但是你莫误会讲写福，你就是中国人吼、哦，福建来，唔对哦。啊，是写广，你叫做啊，你都客家中国来、广东来客家人嘛，唔对，安那。其实，迄是你已经甲你的祖先的语言拢袂记啊，拢袂晓讲啊，准你讲河洛话。哦，你甲想真有可能哦。中国人来台湾69年，咱即马的囡仔，幼稚园、小学拢台语拢讲袂认得啊，尤其北部足严重，吼、哦、南部还好，吼、哦。另外语言就向变去啊。日本人来50栋，我阿公阿妈哈，也是爸爸妈妈，伊的语言嘛变啊。我看阮爸爸因那同学来，
拢嘛拉日语，拉个噜噜叫，下下叫，我听拢无。所以语言是会当变更的，变更到尾啊，你家己的语言拢放杂掉，吼、哦。其实写幅写广是你忘记你的祖先的语言的人，你咧讲。你讲像讲我马卡道族，我自阮阿公迄阵开始差不多马卡道族的语言就失传去啊。自阮阿公开始，阮阿祖开始就拢讲学闽南话。所以我即马咧讲的这，唔是我即族个咧讲的话啊，吼、哦！啊，你要问讲你到底是对一族的，你得爱去查下差不多恁阿公的阿公迄阵，哦，到大清迄个时阵，台湾迄阵还阁无纵贯线，吼、哦，无纵贯线这条路，然后河较大河流，都已经这边花看彼边花，都差不多无啥咧来往啊，吼、哦，无都无工作啊，语言都无讲啊。哦，你可能你进暂时你若住伫汤，唔无代表讲你就是汤这个托卡斯制作个，唔是你爱看恁阿公个阿公较早住伫对，安尼来查就较准。好、哦，就差不多。迄阵了较无咧大迁徙，无像即马安尼交通遐方便，迁徙来迁徙去，为了食头路。好、哦，啊那做迄个电子新贵去，迄个工程师都拢差不多。会刷来伫新竹，吼、哦！啊，其实你有可能是全台湾其他所在搬来，吼、哦。好，啊，那么呐，电管有甲你写者熟，就是叫做熟番，平埔族拢叫做熟番。啊，那哥刷作个甲你写者生，哦，青番，哦，咱从公番佫有分青甲色个，吼、哦。所以中国人来了，蒋介石部队因来了，开始。你查户口，发现讲有这个问题，哦，啊，这你就会知影讲你的身世啊，就拢甲你做哦。啊，讲我们都是中国人，哦，啊，恁台湾人拢已经回归中华民国祖国的怀抱，哦，你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甲你服务的，你若无去了解你家己的身世，你真正会认为咱拢中国人，嘛是台湾人，啊，这就是安怎？占85%的台湾人，每一届总统选举拢会输，哦，那无三卡都拢输。阿扁啊，是拢因为三卡都较赢的吼，台北市啊安尼，啊选流亡的中华民国总统嘛是同款安尼，哦，所以就是代表讲2300万内底扣掉差不多300万的中国人，迄2000万人其中有1000万人以上。迄个中国的国民党的教育甲足成功，即1000万人刷过支持中国人，哦，伊认为伊是中国的中国人，哦，啊，所以说1000:1000，所以咱大概算嘛，拢差不多爱输，哦，就是咱用教育甲，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得咱只要个作为布力甲掀开后边较早吼，讲弄个一些就是表。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也安尼听个，该就都爱做中国人，开堂堂正正哦。啊，你若做台湾人，拢奇奇歪歪呢，好、哦、对吧？所以咱拢用怪方骗你，大家拢嘛要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哦啊，做堂堂正的人就是中国人，安尼来学做中国人，安尼，哦，就拢咱拢用骗你哈。哦啊，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好，咱来看，咱拢甲错甲中华民国当作五国，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啊，这有一个始作俑者了哈，啊，咱过来先以单婚人2008年来台湾这做咧，迄年拄啊马英九选到总统，伊就职了，好，敢那10月份陈云林来台湾，好，迄个。啊，陈云林当咱马英九因的头家同款，吼、哦，马英九就交代讲，为机场，这个桃园机场来到台北市，这个沿路袂使有中华民国这个车辆机出来，所以派中华民国因家己的警察出力咧收这个中华民国国旗，吼、哦，你若有插旗啊，拢爱收来，吼、哦，啊，那民众举旗啊，拢爱抢来，啊，都当喷射弹。因家己中国人，包括因的警察都拢安尼咧做，结果咱台湾戆台湾人，尤其民进党列军呢，
竟然摕中华民国迄条令寄出来咧捍卫中华民国。咱那遐讲，因都无爱啊，咱因咧收咧压咧单本子，咱无安那对收对压对单本子人，结果无吼。这真正咧，表示讲咱台湾人，包括日军有些头壳无清楚吼，人无爱啊咧，煞家己咧捍卫中华民国，等到。五车旗，台北市有一挂这个正南、深南，因咧摕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旗啊，伫台北市咧也也飞吼。佮、因为惊迄个咱日军咧，迄个抢只旗啊，咧个放火烧，也是个搞破，所以佮派警察咧保护。哦，这敢若恁保护因咧祖国的旗啊呢吼。啊，过来，咱用伦敦啊，古算今年英国的伦敦奥运会哈、做咧。本来伦敦奥运会有挂中华民国车轮旗的，遮啊，中华抗议讲你奈无用奥运模式，用挂迄个五环旗，哦，所以伦敦奥运官员把这旗啊收起来。哇，咱台湾人又搁去啊咧捍卫中华民国，哦，这就是人国民党教育成功哈。哦同款，讲爱台湾呐。三太子伫伦敦奥运会咧发中华民国车轮旗，吼、哦、向前冲。这三太子是作有代表性的这个台湾文化，吼、哦。结果嘛，用李鸿基啊咧发车轮旗，吼、哦。啊，这就是讲台湾人头壳无清楚，较会去支持一个全世界已经拢无承认的一个国旗，吼、哦。那么。国家认同的错误的始作俑者，好，咱来看。第一个就是中华民国民进党伊的台湾前途国旗文，这是1999年哈、国旗的哈。伊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哦，这有够扯淡的。你若讲李登辉咧讲中华民国在台湾。这句话你要个意思可以看出，讲中华民国本来唔是伫台湾的，伊是外来，为别个所在招来在台湾，哦，所以中华民国在台湾还可以看到他流亡的轨迹，哦，还得味道。啊，来到迄、那个民进党，伊竟然伫1999年台湾前途国语文甲你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本来台湾的主权，跟中华民国是牵起来。啊，你即马呢说台湾等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哦，这真正出卖台湾，嘛唔是讲卖，这真正都用送的。你若讲用卖无嘛卖一个较好的介绍，无呢无用卖准直接用送的。台湾等于送予中华民国去，好、哦，过来蔡英文。以及民进党的前党主席，伊伫2011年代表民进党咧选这个中华民国立委总统。伊伫2011年的10月11日伫高雄市的乐冈公园，伊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已经唔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啊，这跟顶管的台湾国语文同款嘛，嘛是等于送予中华民国。哦，伊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啊，即句就等于等于嘛。本来台湾跟中华民国是牵起来，只是暂时因为战争的关系，咱日本美国战败，咱许以美国甲委托伊来甲咱代理管理台湾俩，吼、哦，并无甲即块所土地所权证交予中华民国嘛。啊，你安尼说等于恁台湾人咧？一挂头人做主席的中华民国的民进党的主席，哦，竟然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连卖都没有卖，哦，直接用送的 ，OK。哦，所以台湾人这观看的一挂代表民进党的头人的人，头个都无清楚啊，更何况讲咱一般的普罗大众，哦，好啦，啊，咱来改正咱一挂错误的言辞，诶，一挂例，哦，咱来检讨看卖，第一。莫讲外省人，是安怎讲？莫讲外省人，因为你若讲外省人，
有外省人，啊，就有本省人，啊，咱做变中华民国的一省，哦。所以讲什么？对，嘿，爱讲中国人，因为台湾我简单甲分咧，台湾敢若两种人咧，一个叫做本土的台湾人，啊，剩咧拢外国人，哦，不论你美国来还是澳洲来，吼，还是菲律宾来、印尼来，包括中华民国1949年因撤退来遮，因合作中国人，遮拢外国人。哦，你安尼分就足简单咧。本土台湾人的，何谓本土台湾人？就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的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迄天。盟军阿未委托蒋介石派部队来台湾，迄个时阵，台湾足单纯啊，拢总日本的台湾人，包括有一寡日本派来迄30几万的军公教人员，啊，即个因都拢要电脑拢撤，拢用再等于日本去啊。所以伫1945年8月15日投降迄天，也无其他的外国军队、外国人入来，迄阵的人，包括伊的后代，哦，就咱阿公、阿妈、爸爸、妈。个包括所生的后代，拢叫做本土台湾人。所以咱若要申请，即马台湾民政府所发的台湾政府身份证，拢要求你爱申请到你的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妈，爱到日本时代户口名簿用手毛笔写的迄份，爱签出来，才会当证明讲你是本土台湾人。好，啊，你若中国人，1945年10月15日来，还是1949年12月婚姻大撤退来？遐因无遐个资料，因无日本时代资料，吼，所以因就是干那一点，摕着分类 ，T 迄个 CE 啊 ，CE 的 Chinese exile， 就是中国流亡难民在台湾啊。OK， 好，第二个咱看马毛公专线，好，爱讲啥？有个人会讲全国，全国嘛唔对，因为台湾唔是国家。你敢来讲讲专台湾，吼？因为你若讲专省，咱一个别人个中国一省去啊，吼。我做你定听收音机电台咧讲，专省有房拢有地卖，有无？这句是唔对的，吼。专台湾有房拢有地卖，你也是安尼讲，吼。莫讲专省，专省得咱变中国一省，来。马毛公即句，毛公大陆爱讲啥？哎，马爱讲中国吼，因为你若讲大陆，哇，咱地球有几个大陆呢？北美洲大陆、南美洲大陆、非洲大陆、欧洲大陆、澳洲大陆，吼，澳大利亚、澳洲大陆，搁一个亚洲大陆，爱六地。啊，你咧讲大陆是咧讲这六地对一地，这都语义不清啊，哈。中国是一个国家，吼、哦，你得爱个讲就是中国，慢叫甲咱平讲，叫咱爱讲迄边或者大陆，哦，所以中国人真够用生文字游戏，互你搞不清楚，哦，所以伊就用陆委会，有无？哦，呃，啊，所以莫讲大陆哈，伫阮3年前我就拢有一寡干部，阮就拢有互相约束，你若讲大陆，无讲中国。弄发100块，哈、哦，好，过来马某公先得，爱讲啥？啊？中冠线有人讲对了，过来啦，较标准的爱讲叫做台一线，台湾第一条为北到南的，那个线路就对了哈、哦，叫做台一线，家己嘛是用。一号省道嘛，因是中华民国就讲一号省道，其实咱爱讲叫做台一线，台湾第一条纵贯线，吼、哦。你看，大清中国人外含蛮对啊，阮台湾212年无这条，这条线为家人开到屏东，吼、哦。啊，你讲这句唔对对，我嘛定爱甲笑，啊，你来咧讲省道是作省的哦，你开这条路拢免加油哦。无外省啦，同款拢爱加油吼，他、哦、有外省吼、哦，所以莫讲省的。来，托鲁克嘛唔对呢，爱讲啥？
偷渡是一个犯罪行为啊！啊，因中国人看因，从二十年前开始，为平潭，拢坐渔船啊，到金德外海这个什么金德这南寮渔港，吼、哦、外海偷渡起来，啊，有诶为屏东的南边枋寮、东港遐偷渡起来。迄偷渡是伫一个国家来讲，迄是一个侵犯人诶这个。领海加领土嘛，哦，这是一个犯罪行为，拢嘛爱抓个，叫做偷渡犯呐，吼、哦，对不？但是中国人讲啊，迄都讲，看咱韩国的，我较早嘛为遐来，啊，遐咱的故乡的人客来，所以应该合作偷渡客，哦，啊，叫个偷渡客，他爱拢爱关于什么禁渡中心，哈、哦。如果偷渡客呐？一定安尼讲吼，犯罪拢偷渡犯，拢偷渡客，啊呐，犯罪遐刑事犯嘛，拢叫做刑事客。哦，啊呐，小偷或者小偷客，哈，啊强奸犯，讲或者强奸客，哦，就惨嘛，就乱去啊，哈。好，来，咱来分析，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伊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唔是国家。啊，是安那？唔是国家，即咱来监督看嘛。伫2004年的10月25日，前美国的国务卿鲍威尔有讲，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台湾嘛唔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哈，好，因为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即看我头拄仔咧讲琉球港湾，琉球人迄个美军占领了后。伊对日本来讲，就是已经日本的境外啊，所以你若要入去，爱摕美国军政府所发的琉球的这个旅行证件，才会当去入去日本哈。啊，进美国，那美国人要来台湾，嘛是爱摕因美国护照，才会当哦入来台湾哈。啊，但是台湾管的法，佫是美国的国内法哈，所以。美国定一个美国的国内法，叫做台湾国内法来管台湾，啊，所以台湾我甲称呼做美国境外的国内，就是安尼来，哈。啊，美国对台湾伊要佫有管辖治理权，只是伊甲这个管辖治理权委托予台湾地理当局代理中。这个台湾关系法内底咧讲，就是讲台湾治理当局，因为。诶，设立台湾关系法，就是因为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伊爱关心定个台湾关系法，吼、哦，啊，伊嘛甲称呼中华民国治理当，较早是中华民国治理当局，伊嘛甲改做台湾治理当局，因为伊袂使阁称呼中华民国，已经跟中华民国断交，就袂使阁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啊，哈、哦。那么国家嘛，有一个认定的标准。啊，有这四个认定标准，咱来看：第一，要有领土；第二，要有人口；第三，要有政府；第四，要有外交权。哈、哦，啊，如果台湾是一个国家，那是台湾国，要有这四项。啊，咱来看台湾国有这物件无？哦，第一，台湾国有领土无？有台湾甲澎湖这领土无？无呢，因为这块土地还佫日本天皇的呢。所以无领土，我讲有啦，阮有2300万人，歹势，这2300万人拢摕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嘛不是你，不是摕你台湾国的身份证啊，伊不是恁的国家的人啊。讲有啊，阮有政府啊，歹势，今麦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在台湾的政府，哈、哦，嘛不是你台湾政府啊 ，OK。啊！你台湾国讲有啦，阮有外交权，阮有23个小国家的外交，即马剩22个吼，迄、哦那个干瘪啊，吼、哦，两个月前嘛已经断交去啊，歹势！你甲摕伊迄个建交公报出来看，拢是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外交部去跟人签的建交公报，唔是你台湾国去跟人签的，所以台湾国这四项拢无，所以台湾唔是一个国家。啊，有人讲啊，咱拢拜关公啦、啊，拜妈祖啊，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啊，咱拢用汉字啊，
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啊，那这个逻辑会通了哈，你甲想个清楚。那安尼会通的是安尼，那信耶稣的拢以色列人，哦，啊，就拢美国人。啊！那信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拜佛教的，唔同印度人，还是西藏人？哦，啊，讲啊，咱用汉字拢中国人，啊，汉字日本怎么嘛咧用汉字？啊，日本人跟中国人唔是啊？啊，韩国伫正十年前嘛拢要个用，足侪要咧用汉语啊，包括因较在首都，即嘛改首尔，以前嘛叫做汉城。哦，啊，韩国人完了，中国人，啊，新加坡嘛咧用华语啊，哦，用汉语啊，啊，新加坡人跟中国人，你那个讲新加坡人的中国人，新加坡人会受气啊，哈，所以这袂准啦，哈，啊，你那像即卖菲律宾拢用英语，安尼因的英国人，哦，所以这逻辑袂通，哈 ，OK， 好，啊，是安怎咱来成立台湾民政府？好，啊，这。咱以琉球做例啦，哈，琉球人拢讲日语，琉球人开车，因韩道路伫正边，所以因开车是左边去，右边回来。啊，美国人开车韩道路，跟咱台湾即马同款，伫倒边，啊，咱是右边去，左边回来，对不？啊，你看这两个国家的人，第语言无同，开车方式无同，啊，不是嘛会相容？啊，弄嘞，那要火哇，一个拉日语，一个拉英语，啊，当真火嘞啊！哦，啊，所以做歹管理的。所以你那一个所在许君主占了了，依照这个战争法，拢爱伫当地由军政府来招一挂较亲，啊，比如讲哪琉球爱亲美日本的琉球人。的士绅来做一个琉球民政府，哎，这个琉球民政府本身嘛有三权，有行政、司法、立法，一定有这个权力，立法和行政部门依法来行政。但是说立法，爱和美国军政府看，伊若看讲无影响到美国军政府的这个利益，安尼你会当实施。但是这个实施中间啊，发现讲有损害到美国利益，美国有最高的权利，哦，这高权，会当给你修改，好、哦。所以有安尼了，日本人来家己管理家己了，哦，就较无什么纠纷啦，哦。OK， 这依据战争法爱成立，啊成立，就会当好啊，家己管家己，哈、哦，就较袂有什么。纠纷的对啊哈，好，啊，咱来介绍2006年，这个十月二日林志兴抗美案，这个做一个简介哈。这个十月二日过了，爱到差不多变两年以后，这个2008年三月十八，较判决美国华盛顿特区的联邦地方法院判决本土台湾人哦无国籍。这本土台湾人，英语讲 people of Taiwan， 正讲属于这块土地的人，唔是外来，哈、哦。啊，这无国籍，都都安那讲过了，哈、哦。爱讲咱了会当上座，哈、哦。好，咱这个，我都要讲这个本土台湾人定义的，就1945年八月十号，日本天皇到那个时间点，有日本国籍的台湾人加伊的后裔，哈、哦，拢会在讲叫做本土台湾人。那么到2009年四月七日，吼、哦，咱已经搁过去到联邦的高等法院，啊，高等法院有甲咱判讲，台湾人无国籍，普遍承认的政府，吼、哦，台湾人还搁活伫政治的联合当中，吼、哦，啊你，这个无国籍普遍性就是讲，尽力甲看，联合国190几个国家。大部分的国家拢无承认，即马即个中华民国即个联邦政府，吼、哦。啊，那么咱台湾人活伫政治联系当中，啊，你即马甲看讲，咱以前，吼、哦，你看中国，或者他们现在
水深火热的题目当中。哦，以咱咧看中国是安尼，吼，啊，咱即卖咧看北韩，哦，伊嘛足可怜的，吼。有话题，即卖这里他们因金正日啊、金正恩，因咧这个独裁的管制当中，但是因管制这个言论、管制新闻，所以因北韩的人，那金正恩人上伊一挂鱼啊啦，吼，肉干以后，因就讲就协助龙恩啦，吼，哦，就足感动啊，就讲安尼就不流目屎啊。对来讲，因安尼因讲。那大家拢病苦，啊，阮有摕到这物件啊，食，哦，这就算足好啊。但是以咱的眼光看，迄有够可怜的，对不？啊，你即马看咱台湾人，更袂歹的吼，家己也有车，也有厝啊，吼。但是拿以欧美的标准来看咱台湾，咱言论也受控制，吼，咱心内拢家己还佫有一个小警钟，虽然已经戒毒戒严，吼，警备总部也出。促销去啊！但是你即马咧讲的拢会思考讲，嗯，我讲这句话出来会出代志未？你唔敢畅所欲言，哦，有一挂你惊系危险的，你自然你就会拦截讲啊，这句话唔好讲着，你家己就会打动啊，吼、哦！啊，这就是咱一个活在恐惧当中，哦。就阿边个讲的，我是观察世间尔啦。啊！恁今嘛伫外口，恁是关较大间安尼，拢是关伫炼狱当中啦，吼。好，那么到2009年七月七日，咱阁提出上诉，上诉到联邦的最高法院，伊有甲咱受理这个本案，吼，这个伊的案号。啊，这是咱本土台湾人伫第二次世界大战啦，头一届向美国日本太平洋战区的这个征服者。伊个联邦最高法呢，依照国际法、依照国际战争法、甲旧金山和平条、甲美国宪法所提出的告诉，哦，这是破纪录的，会当告到联邦最高法呢。好，但是无几工，美国的这个被告、美国政府的代表、国务院，就随出来宣布放弃抗辩权，啊，这说明。美国法律解释讲，美国政府放弃抗辩权，表示原告，但是咱就是咱本土台湾人，伫对原告美国政府所有的告诉、所讲的理由、法律的见解，拢总正确，吼、哦，国务院完全确认，吼、哦。啊，所以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伫十月七号就宣布搁置本案待审。真侪人甲咱即个搁置本案待审，讲咱败诉。其实这是暂时，就是讲美国的国务院出来讲，这个放弃抗辩权，只是我那好一个这个最高法院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哈。其实美国的最高法院以后后壁也无得退啊。啊！伊嘛，国务院嘛，足惊讲，那继续审理落，联邦最高法院一定爱裁决的事。那裁决讲，台湾还阁是你美国军事占领地，啊！你无依照国际战争法，哦，你违反人权，放台湾人，和一个流氓的政府安尼一直咧糟蹋管理，啊！这是世界最大的人权丑闻，何安尼歹看呢？但是咱台湾民政府阁还袂组成。迄当时，咱是到2011年，咱才开始一只，2011年的，1月16日第一期，咱一只受训的，哈，差不多3年前，哈，啊，所以台湾民政府还袂准备好，美国国务院也还袂准备好，美国国防部也还袂准备好，因为你若甲宣布台湾是美国的占领地。安尼搞不好阿强啊，买去批评，是不是会引起中美大战？哦，所以是拢各方面拢阿袂丢皮好势的是，伊只有先甲搁置本案。但适当时机，咱台湾民政府，哦，比如美国要求咱来训练4000人，啊，爱发
台湾政府的新闻讲，要发41万，咱也拢准备好啊。美国国防部啊，已经布线啊，跟韩国、跟日本、跟菲律宾、跟东南亚这国家拢军事演习，拢练习好些啊，好武装好些啊，要显摆时，迄阵联邦最高法院都可以一定该提审，个提该重新审理判决落去讲啊，确实就是美国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地。啊！阿强啊，你要来拍马筋，要跟我美国拍马筋，我美国的这个肌肉拢训练好啊！哈、哦，是安尼啦，哈、哦、，OK， 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爱讲较紧。好来，2010年7月7日，经过协商，美国跟台湾民众，好、哦，伫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挂牌运作。啊，你甲注意看这个日期，真趣味。菲律宾，伫1946年7月7日，在美国的协助之下，予因独立建国成功。所以菲律宾的国庆纪念日，跟美国的国庆纪念日同款。啊，咱嘛是呢，啊，咱你讲挂牌呢，我、哦、这真有意涵哦，哈、哦。过来，2010年9月7日，嘛是经过双方协调，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世纪饭店举行庆祝酒会，美国国务院、吼、哦、国防部、司法部、国安部拢有派人来祝贺。哈、哦，美国这边出席要几百个，啊，咱台湾才有80个。哈、哦，共襄盛举。哈、哦，啊，这就是2010年9月7日。哈、哦，伫世纪饭店，啊，咱去年差不多3个月前，咱嘛是伫9月7日，咱嘛是过去这个世纪饭店。各办一个国际记者会，哈、哦！啊，你注意看，这个世纪大饭店，这是一个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饭店。这就过去美国所有的重大的一挂事件，若要开记者会，拢会来这间饭店。所以这间饭店，会当讲是一个日，这个美国来讲是一个外的建筑物，哈、哦。安尼，即暂时我时间的关系，我可能爱小跳过者哈。好，那么咱是伫2011年1月25日完成《台湾公民权利法案》的草案，送去予咱台湾的参议院会，哈、哦，马上予美国主要这个台湾的主要占领权国美国，予伊审理，予伊核备。结果咱是送3摆才通过，头前2届送去拢予打回票。哦，都有一挂不完善的，咱去追加起哩哈。到上到第3届，甲美国较准，互咱讲会使用这个公民权利法案，哦，来做合法本土台湾人的公民，还是居民的身份证、甲旅行证件的这个法源。注意，咱要有这个法案、这个法源，咱才会当发这个身份证。那本土台湾人会当领着这个 TW 这个公民身份。那中国人，因就做难民，伊是居留证呢，哈。Okay. 好。那么2011年，今年啦，哈，12月20到23日，咱组织150个咱台湾民间会内阁的成员去日本访问，阁向日本的东京的靖国神社的39100名台湾英灵。举行慰灵祭，好，这个就是咱去东京的靖国神社。这个靖国神社，那日本的内阁首相拿去啊参拜，阿强啊都气个噗噗跳，哈。那么是安怎？咱台湾有39100名的英灵，伊要祭旗，好侍奉伫遮，代表咱台湾佮含日本，还佮有连结关系伫咧，好，归家看会出来。这些人就是当初大部分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替日本天皇建祠的咱个高沙族的人，当然并不做嘛有，但是高沙族较济哈。因为迄阵第二次世界太平洋战争发生，第一波是去拍这个奇袭珍珠港，哦，啊，另外一波就是为咱台湾的屏东高雄的飞机场。
咱的日本的临时战斗机飞去到马尼拉，去甲菲律宾这个克拉克空军基地，哦，顶管遐的飞机拢甲炸啊密密麻麻，取得菲律宾的这个制空权，有制空权，就自然摕到制海权，所以菲律宾伫日本，咱的日本军三四个月就规个甲占领起来。啊！迄阵麦克阿瑟拄啊底下做总司令，哦，啊，所以伊要离开菲律宾，哦，伊原来伊即世人所有的军旅生涯上闹开、上无民主的，就是伊失去菲律宾这个领土，因为美国将来美国的占领地、美国的领土，从来没有失去一寸土地，就是菲律宾第一个。啊，所以做无民主的，所以离开要离开要，我那甲菲律宾的总统炸来作为流亡去澳洲，吼、哦，撤退到澳大利亚，吼、哦。啊，因为咱的高沙义勇军足厉害，就是咱的高沙义勇军这个特遣队去攻打菲律宾美军的一个基地，吼、哦，迄、那个基地才有70,000人，啊，日本军才派20,000人去。啊，那么高沙义勇军，我印象是敢那一两千人俩。啊，伊为因为迄个基地拄啊面向海滩吼、哦，啊后壁有高山，伊是讲遐山遐高，无可能部队敌人的部队为后壁来，结果咱高山真正为山顶安尼为后壁，你比伊较奇袭，所以20,000几人的日本兵，包括高沙义勇军，有法度甲美军70,000的人。打败吼，啊！所以日本人足佩服咱的这个高沙义勇军，因为高沙义勇军伊伫台湾本来就伫山顶的丛林，就足啊做游击战，吼、哦，因拢咧打野生动物吼，鹿、哦、啊啦吼，诶、哦、一寡山山，迄是因的生活领域当中吼，因打猎、打猎、渔猎为生嘛。那么金主人。因伫丛林作战的本来作敖，因只要有一个反刀，唔免扎啥物粮食，伊会当就地取材出米来食。所以伫太平洋战争去到南太平洋遐个岛国咧，跟美军咧休战，真济丛林山迄、那个地形，你会伫遐迷路，你会跟你的后勤补给断线，安尼是无粮食，日本人就枵啊。但是咱的高山原住民，伊有法度就地取材，伊知影讲啥物树下、叶下心嫩芽会当食，啊，啥物根茎会当挖来食，当作食物。日本人是因为安尼，希望咱的高山义勇军提供就地取材，用物件互因食，较无枵死呢。所以因足饿了高山原住民，伊讲这根本就是特种作战部队的对啊。咱上早的特种部队就是高山原住民，哈。啊，所以这些人死了，迄个日本人甲尊崇、甲祭祀伫这个所在。啊，代表讲，另外韩国本来嘛有足侪韩国人替日本天皇建祠啊，因嘛有人聚集伫遮，但是因就这和平条约成立好了，吼、哦，因就独立建国啊，吼、哦，所有的殖民地因为这个朝鲜吼、哦，等于是日本的。并合的领土，不是日本政权的领土、国土，跟台湾不同。伊会使讲伊是殖民地，啊，咱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啊。所有建立的殖民地当中，伫旧金山合约签署了，拢差不多纷纷独立，好、哦、建国成功。所以因韩国独立了，因都把因的英灵拢请回去。咱无请回去，咱也是台湾国，咱这英灵自然咱都甲请回来。但是是安怎要下里呀？就表示咱要去跟日本连接的，好，为遮看会出来哈。好，当初阮第一届去，好，接着阮所翕的一个纪念照。阮去是需要以政府的待遇，咧，北美政府对政府安尼咧交代，和阮会当一般日本人是伫头前这个拍两个波啊，行一个安德森祭拜完成，都额头等于。阮是可以请你要到内殿，底下
跳高沙的箭步，和咱的高沙遐英灵吼、哦、看好。阿哥，你要到上内底内殿，哦，去祭拜，哦。OK， 过来，赶快去你23号，就是日本天，所以23号是日本天皇的这个圣诞日哈。阿兰提亚甲咪祝贺伊的生日哈。啊，伊的皇居是头历史上头一届有出现两种旗啊，就是日本国旗甲台湾民政府的旗啊。这头一届，几啊百年来，拢总是这支日丸旗会当在皇宫出现。啊，这是日本的天皇甲伊的皇太后哈。那么咱哥是要安排伫咧上头前，咱拄啊行伫日本的这个皇族啊，吼、哦，这个尊皇派因后边呢，吼、哦，啊尊皇派都差不多近百个呢，啊咱就对伫伊后边，对不对？所以你看，是不是？咱的旗啊拢伫足头前的，好、哦，全日本第一个看到讲，哎，那皇居的圣诞靠这支旗啊。所以咱第一年了，因日本的记者惊到，翕个，唔敢牵起哩报纸电源，伊用电脑修图，因为咱这拄啊外口院，这颗圆圈红红代表台湾，也阁是日本的，吼、哦。哎，拄啊阵甲迄用电脑修图这院，我甲规拢画红红，啊，拄啊牵日本旗同款，所以第一年报出来吼。哦无看到安尼啦，啊，这是咱家己翕的，煞咱无修改，所以是安尼。但是第二年咱过去，伊就无甲咱呼调，因就知影日本的这个皇宫的宫内厅有甲人家记者吼、哦、有讲清楚啊，讲台湾也过日本天皇的，所以这支旗啊，较会点好因，好咱家这边哈。好，好，那么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府，伊未来要安怎？哦，咱来看哈、哦，这个陆海空军三军司令部已经裁撤啊，干那改做指挥部，已经无司令部啊哈。啊，伊即卖兵力有215,000的兵力，上尾啊要增进到剩120,000人，哈、哦。啊，这就是我那美国的压力之下，叫中华民国，哈、哦，未使去带台湾征兵啊，哈、哦。所以以后要改募兵制，哈、哦。啊，照国际法律。连募兵制嘛未使，吼，因为咱未使替咱的敌人，哦，替咱的占领军去做兵嘛。你看美国2003年，伊去打伊拉克，占领伊拉克了，敢有叫伊拉克的人来做美军？无啊。1945年4月7日，尼米兹上将打入琉球，占领琉球了，敢有叫琉球人来做美军？无啊，因为敌对，你叫伊来做美军，你发美式装备哦，这日本人绝对杀你的美式装备，给你拍，吼、哦。所以这无合理，不合情理，哈、哦，嘛无合法，哦。那么美国军事政府，哦，咱拄啊，比如有讲，然后6月就要入来，哈、哦。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人爱撤退去金门、马祖，啊，是福建的平潭岛。平潭岛就是。福建外海，伫迄个福建的长乐县的外海，有一个上大的岛叫做平潭岛，哈、哦，我来看的。这个伫2011年的10月30日，海峡号平潭到大中港首航，这个航程差不多3点钟，哈、哦，这个平潭号，这只船啊，会当载车辆200几架，哈、哦，啊这。到2013年的古尼走位，就是平潭至台北港嘛是首航，而且航程有隔减半点钟，2个半小时会到，好、哦。而且一辆240台小客车，一辆载旅客760人，好、哦。这古尼的运量一辆达到180,000次，啊，因这个跟那联合新闻网应该的马里报。伊讲，台北港的运量会比大中港较大，什么原因？因为台北港在观音山遐吼，观音那边，台北管区吼，就新北区甲台北区
中国人较济嘛，咱嘛讲遐做中国城，哦，当然伊音量会较大哈、哦。OK， 好。啊，是安怎讲？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哦，而且咱也听来讲哦，台独代表战争，阿强也要安排对无？人较早拢安尼想，因为那个中国迄边较早就定甲咱讲，伊要挟取台湾，好无？好啊，其实唔是啦哈，这是美国的前的国务副的国务卿佐利克，好、哦，伊所讲的，伊在那个香那个东平社香港5/13日讲的哈、哦，这个佐利克讲，伊是美国的，伫这个美国的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明确表示，伊讲，给我讲清楚。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即做一个美国的一级的主要官员哈，伊这样率的甲台独谈战争紧密挂钩，即伫过去是足罕见的哈。伊讲，这是因为，佮我甲话佮讲较白咧，独立代表战争，即就代表讲我美国爱出动陆海空军，包括海军陆战队即四大军种。爱来拍台湾，吼、哦！所以台独不是阿强阿要安排，是美国要安排。什么原因？因为台湾这块土地顶管还阁有两个主人啊。第一个就是领土有所有权证，这个主人叫做日本天皇。第二个就是这块土地因为有纠纷，哦，就是讲日本去拍美国。因为咱台湾嘛，就无人机去甲麦克阿瑟无人机拢炸歹呀，吼啊！真侪美军死去诶，美国诶海军即个航空母舰，迄个航迄个即个神龙特工队唔掂咧，无人机又拍炸了。你这战争在你阿未行我美国，所以即块土地诶，迄个等于日本天皇诶。台湾平和领土的所有权证，迄个美国握在手中，定了了，并无过户。你注意，定了这个所有权证，顶管嘛是要去写日本天皇，吼、哦，地主嘛是要日本天皇。只是敢那像讲，咱有一块土地，咱去甲银行借钱，咱的所有权证要设定抵押伫银行的手里。你爱等你。甲这个钱，这个债务，你爱还我银行了，你唔再甲这个领土退等去，好、哦，这个收款能退等，讲这个意思。所以台湾这个土地有两个主人，一个叫做拥有台湾澎湖土地的所有权人，甲一个合作叫做债权人美国。你拢无要问这两个人，你也无要甲这个钱还我清楚，战争债还我清楚。啊！阿哥，甲这个土地主人讲，啊，你有要甲这块土地给我，看安怎处理无？比如讲，你要卖我无？你就一声就要讲独立，当然，唔是美国要甲你拍了，不然日本嘛要甲你拍，不讲吼。所以要搞清楚状况，你要一步一步先好清楚，弄好清楚，你就要讲独立。所以美国不要你。独立公投嘛，是这个原因之一哈。你这个土地不是无主人诶，真有债权人加所有权人，这两个对台湾拢要有权利哈。你这两个无堪人清楚，无法度办过户嘛哈，嘛无法度独立哈。啊，然后美国讲台湾未使公投，就我头拄讲这个理由之一。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这个土地台湾有大两。两个无同国籍的人，一个是中华民国国籍的人，另外一个是潜在咱要个是本土台湾人，是要日本国籍。啊，顶关无同国籍的人要听什么人的？哦，啊，台湾人够用价格，我拄仔讲的2300万人，哦，扣掉300万中国人，其中的1000万人已经挖过中国去啊，拢当作伊是中国人，安尼倒出来。已经失真也，哈、哦，所以美国讲台湾未使公道，哈、哦，啊，都有讲，都有讲过啦，哈、哦，
就爱咱有打造训练4000名的人员，啊，甲41万的台湾政府收完钱了，美国较会甲台湾这个治理权，还予咱台湾人，予咱家己台湾人管家己，吼，咱来自治安尼吼。好，啊，这个可能我明仔时间差不多吼，我明仔过来讲啊吼。啊，这个真侪人拢讲。美国军就占领台湾，哪有我拢无看到美军，吼、哦！所以咱明仔我来继续来讲这个美军占领台湾有啥物法律的依据，吼、哦？啊，有啥物迹象？啊，这个麦克阿瑟第二号命令啊，那其中之一啦，吼、哦。那么因为今仔真冷吼，下暗大家吼，棉被来加较少咧，吼、哦。啊，保重家己身体，吼、哦。啊，那今仔棉被无够吼。那边啊无人困嘞，迄棉被我那再来加加两领，无要紧吼，莫感冒吼，因为这个天大家真好感冒。好，啊，我今仔就讲到这，感谢各位，谢谢哈哥 ，OK。各位学员下课休困，啊，楼卡一楼餐厅遐吼，遐有点心会当食。